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这里继续为您现场直播第26届中国围棋新人王赛啊，今天是8强啊。首先为大家挑选的这盘棋是两个女孩之间的这个决战吧，谁能进4强啊？这是周鸿祎6段对阵唐佳文4段，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曹大元9段。曹老师你喂，你好，好，大家好。这个新人王赛也是算是历史悠久了，就已经第26届了是，这个比赛一直由上海主办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呢，就是分了两个，这是分两个赛区，算是一个在北京，一个在杭州。都是网上的，对是吧？对，是在网上下的对。当然，如果说两个人如果说就都在在同一北京地是可以下面棋是吧？不，有可有的时候有些比赛也不行。能。对。但我们最近可能稍微人性化一点，我觉得两个以前的话，这个是王王新新浩，浩对，这正在想。正在想，对，比如说王新浩跟正在想在同一个赛地的话，经常以前的话也以前不行，往就棋跟全是就是往棋，对，对，都得抱着电脑下。是。现在好像好一点了。对，现在因为我这两年来面对面的棋实在下的太少了，是，所这以有是机陈会的老话还师，是应该下。非常年轻。这个比赛的参赛资格呢是，女的是20周岁以下，男的是18周岁以下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非常年轻的面孔啊。像那个为什么说于智英参加不了？因为超龄了，她是97年出生的。超龄多了。啊，是，这是唐佳文啊，非常年轻的上海棋手，也是是，非常有前途这个的周鸿祎啊，周鸿祎啊。目前我看周鸿祎的等级分呢，还是比于智英要差几名，但是差的不多啊，两个人还挺接近对，的。我是最近看到有一个报道说，那个周鸿祎在20连胜左右中吧，对。好像没输棋是吧？最近最近，这个好一厉直害。在连胜，所以说这样的话呢，当然他这比赛绝不仅止于就是胜的是女棋手，一定也是有男子棋手对对对，的，所以说他的等级分应该是涨得比较多没错没错，那这个比赛下完了，那就涨得更多了，可能。的，这个比赛是吧？这比对赛啊，倒真不一定涨很多。他前面那个两个他对对手手，等级分高嘛？就是如果低的那话，我就不知道他如的果等级他的分对手等是级分低的话，他赢一盘，他如果说比较高，那那可能他赚不了几分。对赢一盘什么赚个1分2分了，可能也就这样。输一盘就惨了。行，那我们先来看棋吧。好的。这盘棋是由唐佳文执黑先行的。哎。两个人都是2连星，然后就直接点了33。爬一个长，这棋选择了跳出来这个有意思。稍微少见一点，但是的，是，也是有的，这个跳呢，首先要看争子啊，这个不能冲断了，这个子被争掉了。就是大在里边对被对争掉对，是是，好像被争掉的话，觉得白棋还不错。吧？如果是这个图，假如说是这样，一般都是在黑棋争子有利的时候才选择跳，那现在显然争不掉，对，所以白棋肯定不能这么下。这局部白棋以后的下法是，第一比较简单对，的，冲，看场合的话，可以刚才说争子不利，对对，争子有利是可以断里边把它争掉，争子不利的话可以断外边吃里边，那就等于这个扳了是连扳对，了，但是呢，就是作为白棋来说。他还可以不马上下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先留着是吧？如果当时你就这样下的话，局面的最初阶段，比如说这时候，白棋如果采用扳，连扳，那么形成这个定势呢，一般来说是黑的好一些。对，也最就是初说，阶白段棋的他话，肯定是不想对，下成这个那变么化。走到这的时候呢，白棋可以保留，就是说这个下法冲了断，是脚上两个子下可以暂时保留一下。对。从局部来说呢，白的还有一种下法呢，就是那个压，
冲了断，啊，冲了断，然后顶一下，对，断外边，接上，对，嗯，然后顶这个，然后它拐下来，然后再走，嗯，对，嗯，基本上黑的是要拐一个，拐一个，这个被线头打是太大受不了，嗯，是，这个就暂时就在这告一个段落，嗯，这样定型也有的，嗯。就是黑的跳一个下法之后啊，就白棋下面的下面的就是选的比较多，嗯，所以相对而言，黑的这个跳的下法少一些，嗯，一般来说是非多见一些啊，有的时候可能想，哎，今天可能心情不错，我跳一下，是的，当然跳之前你先得看一下征子，就是，嗯，他现在太爷也点脚。嗯，白棋飞了，如果跳的话就同行了，嗯，是吧？对，是的。这是有点模仿棋的迹象。是。他实战是飞了一个，嗯，这个是更为多见的象。对。然后黑棋下了一个挂角，挂角，嗯，在这儿。白棋上进高架。嗯。这下的也挺有意思，他挂完脚他小尖了一个，挺有意思的，这个。这个跟引征有关系吗？我就在看，好像没什么关系，没引征，暂时还没什么关系，嗯，对。但过待会儿再走一个，那肯定引着了。是，嗯，反正他这个，反正早晚估计也得走。是，嗯，就是黑的挂着一下，他觉得他是便宜了，嗯，就是，好像是这个意思，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单下的话。黑他是觉得白的不会下这个黑棋，嗯，是不是怕白棋下自己手脚、嗯，大概是这样，有可能，嗯，因为他如果说没这个尖的话，应该视为白棋这一带是有一个先手的，对，是就这一带走一个，那肯定只要引着了，嗯，基本上是先手，但这引征就你也不能太损，比如说我猜一个的话，你也不能是那种强烈的引征，那不行，就是说，哎，顺便的引征是可以，是如果说黑白棋拆一个，这地方拆一个，哎，那这个点当然也不能一下子就拆太近，不然你要反攻，嗯，那个地方毕竟还小吧，嗯，所以可能是走了这个再拆一个，这个肯定是先手，是的，只要增掉。嗯，没错，但是在这个地方，他觉得他是便宜了。嗯，小尖。我是觉得黑白棋从性情上来说也很享受这个尖顶是吧？对，尖顶。就不知道这个尖顶哦，黑棋大概长出来。他长，我就跳一个，对，长一个是，然后他跳。线下是围墙位，这里应该还早吧？还是能、白的还是有机会能够处理的。嗯。这个好像还是比较符合常理，因为觉得这个三尖加了之后，黑棋在上面脱先嘛，那我就是抢先攻你这个挂角的子尖顶起来，但是实战他没这么选。他是在这里压了一个，嗯，其实黑的如果就跟他下，我也不知道白的是准备怎么办。这两个走着做什么？其实能够走着，嗯，假如白棋不在这里拆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没什么意义。嗯，他还要往这拆吗？好像也不太像，我觉得，因为，嗯，以现在人工智能的推荐的话，他还这里的拆，他都觉得不太大。嗯，都不往这拆，可能还要往在上面下。那这两个交换，我觉得也不见得有必要。就是说，黑的随便下什么地方的时候，嗯，你要压总能压得着的。嗯。是的，嗯，实战他是压了一个黑棋下拿，黑棋双飞燕是吧？对，他没硬了，走了这个，翻个长，嗯，这也是个下法，嗯，白棋先压长，嗯。这个他们下的还比较简单，就是单点了个三三，嗯，其实这有很多复杂的变化。不过现在黑棋选择这个贴起来，看起来方向也不太对，这人家都已经压到这儿了。嗯，对，嗯，
其实这个是这个当然是绝不是定式了。嗯一般来说，这个定式现在判他呢，绝不来说是白棋便宜。嗯不过就是看着就是黑的这一带有两个子的话，嗯，白棋这一带没什么发展的余地，所以黑的是选择了一个绝不稍亏、全局可行的定式。啊、哦，是的。嗯。然后黑棋拆了一个在这儿。嗯。就看起来这个唐家文呢，他本来也就是那种，比较喜欢实地的棋风。嗯，这个有职业棋手有不喜欢实地的吗？好吧。啊，他是那种就是他的收束挺强的。啊。然后就是。罐子也挺强的。啊、对，这个胡耀宇八段就对他有这样的评价，就是女孩子里面大部分都是好战分子比较多，然后他的棋就是还是对木比较敏感的。对木是比较敏感的那种。这个在女生当中比较少见。这个周鸿祎是以计算见长的。但是我现在看他的棋，我觉得好像变全面了。对，是至少是变全面了，而且他这个计算可能是越来越深厚了，所以很多棋我很难跟大家很好的解释。然后白棋现在飞了一个。就像他这样的棋风，我就觉得我们正常来想的话，不黑棋不都拆到这儿了吗？就已经限制你的后世的发展，为什么你还要就往这一带行棋？这不黑的搬了长应该还是一步大棋是吧？他觉得飞一个还是很大。他不，你看后边，这棋黑的跟着下的白的大概总好的吧？啊，加了一个，是不是？是的。棋好像下的越来越厚了，我觉得可能白棋的招法。这个接不接也很难说。对啊，也许白的应该接一个，也是挺大的。嗯。因为这边有一个接了之后啊，就是黑的这个手段几乎就不能成立了。就立下来。立下去的手段就不能成立。对。那我就打，那你这个就是。你打过来，我还能再顶你。啊，这些顶的他太难受了，这些。但是我们看实战啊。实战的话，他是没接，白的没接。对。白的是走的这儿是吧？啊，走的这儿。嗯。这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棋，这个托方向比较好，因为你在这里点脚的话，它是往这儿倒了，是的，所以他是希望你走成这样，是的，是的，所以黑的还是依然走在脚步，那么白棋在这个下边一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定型，对，他拆。不过在这之前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，不知道白棋是不是应该接掉，无论如何，黑棋现在是大吃这个，这个是一个很大呀，很好的一个点，嗯。就是这个之后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力就厉害了。对。力你挡我就爬回来了。我觉得黑棋下的还是比较实在的感觉。对，挺实惠。是很实在。嗯。小飞这个。当然小飞的感觉肯定比跳好。对，跳被人家。因为这边比较厚是吧，是可以走远一些。是的是的。其实这局部来说飞或者是这个飞总大概总是要飞一个吧。白棋。白棋小飞这个。这个也有点一言画葫芦的意思，也走了走。这棋我还是想下来这。跳一个是吧。啊。因为对这两个子就是那个压力大一些。对对对。这个地方。这两个人都下的两个小。这个是看起来。这是着重于防守。是。当然这手棋呢，就是他因为他是好的一面，就是说这个压他不怕，他可以直接就扳住了。你走这个呢，这个压一个你有点难受。如果说他还是搬起来，就那我这一个搬呀，就是就被他搬他一下，被搬到下。本来我在这儿，你不好搬我。是。然后呢，这个局部白着的话走的话，下一步这个跳也许是个不错的一个点。嗯。也许吧，他的其实最大的缺陷就对这两个子的压力变小了。嗯。然后黑棋拆二。这拆了，很稳健。我只能解释为他也不知道，反正这两个子，这自己往外跳呢也挺无聊的。那还是下一个就是
这实实在在的，这还是一部至少是一部看得见的大厂啊、哦。这其实不知道他想什么，如果我这么一个还是想什么？他肯定怎么处理的？有办法靠压这样。压我本身我就不知道，就是没便不便宜，压好像不知道。便宜是总便宜的，就是说你没解决问题，比如说我退一个，或者我怎么样走一个呗，总是上边走的，靠出来、啊，往那边靠。那我往这边钻好像不太对，这骑行看。这个你能钻出去吗？我搬不是正好把你全盖住了吗？哦，是这样。那我要往那边钻出去吗？我觉得这个骑行看着很奇怪。也没准就是往外钻，就这样钻是吧？也没准。哦好吧，那就这个吧，是吧？就这个，嗯，那就这个吧。这个，啊，这一个好像也是一种奇感吧，想供一下。这首棋也许是小唐的棋风吧，对吧？对这一棋下的比较扎实，但是就是一般的人可能会觉得这首棋比较缓一些，嗯。这两个还，然后他现在靠了一下，这红宇这边也没敢贸然出手，对，靠一下，藏起来一立，这个白的绝不是好行了，对，这个是就是对付这个棋形，白棋这个靠一立算是关招了，就是很常用的一个手段，大家可以学习一下，像因为这个棋形很常见，大家可以用上哦，黑棋拐，接。这个下一步也是没想到的。厚重啊，这个，他是再长一个。他如果不下的话，他是怕人家就直接跳点进去，还是什么意思？跳我怎么也得冲你一下。那冲我肯定反冲。冲你冲上来。对啊，如果一路搬过，那就很开心了。一路搬过。那段好像也不太对啊，对。对，一路搬过，一路搬过就一路搬过。就一路搬过是吧？那我是不是就拐是拐不着了？我打一下嘛，我在纠结这件事。打一下吧，那就。打一下好吗？我打一下，亏了是吧？有什么好处吗？打我啊，这棋好像这个打没看见有好处吧？接上我吃下、你以后可以顶我是吧？是这意思吗？对，我觉得木可能稍微，但这个局部。我觉得本身的话，可能如果白盖白几下白的，应该就小尖就好。单尖是吧？啊，哦，那就这个图吧。小尖，因为白黑棋脚步是个后手眼。无论怎么样的话，你如果走这个，你如果你不用小尖，你用顶我，一般脚底好像已经是个眼了吧？你一退我不理已经是个眼了。你再搬我提掉，这是一个打劫的一个眼，总是有个眼、对。然后这个局部来说，不管你打一下也好，不打也好，白棋好像一走这个就活了。是的，是活的。就是这两个没交换，白的走先走一个也活了，也是活的。你点我就走这个，你走这个我就做眼。那么你打一下的意思也是一样，没好处，还打一个没好处。那就别打了，就这样。那就这样吧，然后把这个煎了，这样吧。但是你怎么样，也得这里给我一个啊，比如说，这样我就外面有个子，对吧？就是，是，这可能也得这么下吧，黑棋是不是？没办法，黑棋是吧、黑棋是最长一个，我实在是想不到的一手棋，都往这儿长，这冷静啊，太冷静了一点。我就看到这一招，我确实对唐家文也会有比较深刻的印象。这个长呢？他就这招白棋不成立了，他再冲他可以把它断掉了。这是防住了他这一下。对。他觉得可能这一下他不太舒服，所以他长了。这个如果我反过来说，如果是这么定型的话，那就不是太大了。这个定是白棋肯黑的肯定亏了。黑棋有点失败。最初的选择是有问题的。就是什么时候白棋一碰一力就形定成这样，白的太舒服。白的拆了一个，对，这个白棋还是下得很愉快的。白棋这个拆有稍稍有一点点过分，我觉得啊，拆远了点。因为考虑到黑的这个搬了虎有先手意味，因为这个顶就顶回去了，所以他可以考虑小点拆一路小点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只要看见这一带
是一个半先手的话，这个很严厉了。是的，你这个白的已经很满意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下夹击人家这三个子的时候，都是夹在这个三尖的地方，它是有道理的。即使是现在，还是推荐说下的不，主要是他这地方有搬了虎，他不舒服。这个对，搬了虎有半先手，然后这里有挡路。黑棋把这个立下来。啊，他生怕被人家先尖掉。对对对对对。被人家先尖掉，他就立不着了，就没这个立了。立着，实际上黑的还是捞了一大票。所以就看起来，这个唐家文棋就是，特别偏于实地的那一种，应该说，他是到处他都是看着木下棋的。飞一个。这里压了一个，先烤总压是一下，骚扰一下，长，白棋头有点晕，这不知道是应该搬还是退好，那先走一个呗。就是主要搬也不是说就不行了，对，搬的话黑棋是不是看他以会，后加嘛，以后加，反正现在加我吃了这你没什么好处，对对对，不还好像还是应该搬，你什么不下我这一个一个走还是蛮大的，他搬的话黑棋是打算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不太懂，下的都不明白，有点。局部下什么呀？他会顶吗？不我也不至知于。道，我在想他会不会顶顶，那也被有上可面能，拍一下吗？难不，道说？就是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被拍一下，我接上，就接住，就是然后他有点难受，你接上也很难受。不过好像白的也就这样，局部白的也不会亏，定型好算，是吧？他实对，在是单退了，他们好像喜欢把棋保留一下，不喜保欢留。把变化都走近这个棋黑棋是碰上去，对啊，是啊，都觉得很神奇。这个地方以后反正被白棋大飞进去是没活的。那如果这样看的话，这块黑棋好像真的是。都已经下了那么多个了，然后被白棋走了2下之后，他就长了一下，拐了一下，又长了一个。然后这里面，由于这儿立了一下，这里面还是不干净，另外就不干净，还没火，确实，确实是有点，白棋现在拐一个，挡住，那这个是另一个了，省得不明，这个两个交换，这个还是。蛮有效的后续手段，搬了虎哦，搬对，了刚虎，才曹老师就在这儿对，说你这个子弃了因为这一带白的不理的话，黑的这个很厉害，对，小尖一个挺难办的，现在要尖那只有打上去了吧？那小如果尖了再打，那怎么办？要不对，小尖再打就差好多了。然，我这种地方你我随便我搬这个也行，对呀，这我很这两难个对办呀。我连下两手这个。是啊，所以说这个几乎是先手，白棋现在就打了，白棋肯定要打的，那黑棋就进去了呗，这进去，个，对，这个蛮严厉的，对，刚才白棋就对，下远了一路，这个棋稍微过了一点，先让它搬过，压一个，冲，挡不住。坐。顶，挡住，白，白棋长，黑的小尖，这个定型黑棋算比较满意吧，接上，接上，白棋把这个提了，他提，他顶掉了，顶掉，接上。一起接上，对，这个算是定型了。白棋还是走一个，这是差不多是先手。是，这一大飞进去是不活了，接着脚里补一个。这个不打算先走2下？怎么走啊？还先走？我能给你先走吗？不是，你破我眼啊！对啊。你也有风险啊！我随便出来以后，你这块棋没好，这块棋也没眼。
我还是很想先走两下，不过我不知道是大飞，但还是拖了。拖了连败进去啊？拖连败？不会吧？我看这个不是拖连败啊？这个几是劫财吗？是劫财，是劫财，你还得再花一手气啊，再踢掉吧。哦，那也蛮大的，是吧？不是。我这个反攻倒算也是有的，我这压过来好了。你那边说是跟我这么打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没必要吧？我觉得啊，那我要不然找能不能找个你本身级？这个有可能，有可能连扳，你就是为了自己。实际上还更多的，我觉得你还是为了自己求活。打这个，然后如果提的话，看白棋能不能找到这个本身，这个能不能是劫财？这个如果是劫财，那还行，就算你是吧。那我就提一个，然后您就往外走。我就往外走吧，里面你就多花手棋，我外边过来了也没什么，你这块棋不好。哦，那他还是走外面。对，好像还是不，他要走的话就一手就破掉眼了嘛。嗯，你这个想法是为了这里提掉是活了，是吧？你自己。对啊。嗯。但是你外边插手棋被我戳头，你自己可能不好。算了，他是走在外面。我觉得他实在是想。他走在外面，然后被黑棋小尖。还是一个分寸吧，这个可能是。分寸是吧？分寸，差不多。这个先手，他尖顶，现在白的。然后白棋搬这个，白棋下的好厚啊，觉得。整体的下法感觉。对。好厚。但是现在黑棋这块棋。这个跳出去了，薄弱的地方有点显现出来了。我也没觉得黑棋控很多，对，控到现在为止是不是很多？这块就都是小控，对啊，不就是说怎么样，没什么大控的话，黑棋要踢轻不半，总是还是负担挺重的。是的，就是说你可能下的还也挺顺利的，但是这样你踢出轻不半，可能还是比较遥远的一桩事情。是的。像白棋现在就如果说单以实地而言的话，那白棋应该是没有黑棋多，但是它后半盘因为它厚，很多地方都可以有潜力，可以长出空来。像这种地方，比如说待会攻一下压住，这都是长木的地方。毕竟现在是白的，是先手啊。白棋飞刺一下，贴一个，顶住，压住，对，这个尖黑的是很完整的联络。这个冲，这个黑的吃接到这里就行。现在是他是走这个。他顶了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压住了，这个压住非常大。压住这一带隐隐都要成空将来。对。确实挺大的，这步子很大。这横一下的挺厚。对。这个白棋不错，我看这样定型。我觉得白棋不错。冲，打吃。打吃。接上，虎一个。然后这块棋就看着，好像越来越单薄。肯定是个负担。是的，毫无疑问。然后他是靠了一个。谋求眼位，对，这棋白的下的也很顽强啊，白棋去看了黑棋不好找劫是吧？直接就开上去了。他觉得他厚啊，他觉得他厚，可以是厚，可以跟他打劫。但你要打回去的话，被打回去也是有问题。胡打一个。踢掉。那黑的找什么劫？哇，这个也损啊。是挺损的。损啊，那提了多开心啊。那肯定先提掉再说了，这个绝对会硬的。提掉，然后白棋搬了一个。这个突然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以为黑棋总会挡住的呢，曹老师。
如果挡住的话，他提劫，那黑棋是不是觉得他不太好找劫财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这在找什么？没劫财找了。这个不是劫了吧？哦，这个不是劫财呀。会不会啊？是劫财，我也再来一下。这个打吃他肯定会提的，对，然后接下来就不好找了，对，好像你没有劫财啊，那倒是。如果说是这样的话，黑棋打这个，那白棋提掉，黑棋提及这个劫的话，曹老师说，不，这个刚才黑棋走这个时候，白棋走这虎的时候，黑的交换了一个，哦，走了一下，啊，哦，这个走了一个，哇，这给地大家方摆上去了，有点野，我搬一个就不理了，搬一个也没野，这不也不行。做不出也，这更损了一下。是我觉得他这话，这搬一个怎么能不硬呢？搬一个提了，这不他吃是了提呀？了，这个太大了吧？吃了应我该好不意行，外啊！不是吃了应该是不行。是啊，这吃了这边的损失，不能挽回那么大的。还得走一个。对啊，他煎一个，然后白棋爬。我觉得黑棋死得很干净呀，这一带什么棋也没有，这被人家一夹，这怎么活？看起来这个把棋走后是有好处，我觉得，我觉得大家可以好好的向周鸿祎学习一下。虽然说唐嘉文前面这个棋下得很扎实，但是空都，就看起来现实的空啊。是比白棋的多，但是周鸿祎的棋下得很厚。但这个劫的话是黑棋主动挑起的。靠一个他那种情况下，可能他也不知道该走什么。这个情况下也挺难办的，就这上面这一带当然是没有了。就一招招走呗，再尝一蹦蹦的走呗。你劫不好打就不能打呗。个。你就看着人家已经这两个跟你交换掉了，你走什么呢？对吧？不是压是个很好点嘛，是，最多是飞一个，飞一个也能下，反正就是。我是在看这一带白棋有没有，比如说先点一下，现在，点一个，你是为什么？你想让人家走这个？对，不如果会您不，走这儿，我就冲端了，肯定不会走。如果您走别的，我把这个吃了也挺大呀，我觉你先吃这个，现在还不是这个这太目不厚了，大了是对，现在吧？十来目棋就我是觉得，因为当时这两个还没有没有，嘛，确实白棋这棋挺好下的，因为白棋整体太厚了，黑棋，我觉得就是到处都很薄，这都欠目，看起来。对，黑棋刚才顶一个也不知所云，这个顶个白的退交换，对呀，是。里外交换了一下，是的，是的。可能当时黑棋已经觉得形势不太有利了，走了，对对，但是总是还早吧，也不至于这一下子就不不行开了，是劫吧？肯定还早吧。当时确实就是，我跟大家说一下胜率的事儿吧，就是我们看胜率，就是看到当时黑棋没靠这个的时候，没有靠这个的时候，是。也没有尖这个的时候，就白棋虎这儿的时候，当时情况是这样子的。那还早了。对，这样黑棋的胜率是目前显示33.4%，那就跟棋子胜率也差不了多少，其实。对，其实胜率39.几。对，也就是那样了。也就差个半目，最多再多擦出一目棋子是来。的，是的，所以，其实黑棋也没有多坏，这个时候。就像曹老师这样，可能下的就是缓慢一点，就不着急嘛，对，还就早吧。自己往外蹦所以两下，再怎么样，黑的现在33.4%是吧？三就十三可能点四。旁边五目总还有的。他说是，对对对，他啊，说就五是，目。
哦，不，它是盘六，它说是、就是啊、还有盘六，盘六大概差一目半的样子，还有盘六更差一目半。盘六那当年那个我在比赛时候是黑棋贴五目半的时候的话，盘六不是黑的还好半步。对，那我们现在贴三又四分之三子要盘八嘛，就是七目半。这棋确实还比较早，对，这棋还早得很。对，是白棋比较厚，然后呢，黑的、嗯、黑的空还是多的，肯定还是多的。你要纯点目的话，黑的肯定能盘面上能比白棋多出十几目。嗯嗯。哦，周鸿祎之前赢的好像是许一迪，然后唐嘉文赢的是胡子豪，好像还是。啊，这他们对手也还可以的。对、就是、对对、啊，算是还行，小孩里边算比较强的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因为这个新人王这个年龄限制的太低了。我也觉得太低了。男的是18周岁。对 ,18 周岁太低了。嗯、18周岁想想现在的话应该是04年啊、05年。就04年以后出生的、应该是至少是。03年吧。哦。03年。当年是03年1月1号前。那就是。哦、啊不是 ,04 年就是如果说。03年1月1号前可以参加 ,03 年是不是可以参加的，那是女棋手吧。诶，女棋手是20岁，男的是18岁。今年是22年，今年22。嗯，所以是应该是04年以后出生。04年3月份以后出生的。他好像是1月1号算起来。啊，那就算1月1号出生嘛，就是说04年1月1号出生，以后出生的。啊。是这样一个情况。03年满18岁了吗？03年出生的都满18岁了吗？我觉得没满。我03年出生不现在不都19了吗？就周岁应该是过18了呀。周岁应该过18了。对。他安是应该是按这么说的。报名的规程上就写清楚是04年1月1后出生。啊, 1月1号。以后出生的。其实我真的是想起当年第一届新人王赛的时候。您参加了吗？我那个没有，我还是这个还是不够格。然后不是，你知道第一届的新人王的冠军是谁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记得了。当然这个其实历史的变迁还真的是、这个就是人的感觉啊，就是完全会不一样、就是说当年为什么会这么规定。嗯。当年的新人王的规定是什么规定？是七段以下棋手。七段以下棋手。棋手。然后30岁以下的棋手。30岁以下棋手。对。因为当年我们没有那么多强大的年轻棋手。是的。并且我们就是说30岁以下的不是特别一线的棋手、就最顶尖的棋手啊、比赛机会还相当少当年。对对。如果这是26届的话，好像不止26年前、因为当中可能会对断了几届，可能会断了几届、对，可能是断了一两届什么的。就是当年的时候、就是因为比赛比较少吧，所以规定了那个30岁以下参加、当年的首届的新人王是梁伟棠九段，当年他不是九段，是是，对对，绝对七段以下。是梁伟棠拿了当年的新人王的冠军。这个，我们都开玩笑跟他说是老书童了。但是从现在来看，这个感觉就完全不对了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我个人觉得这个定把这个新人王定在18岁以下，还是年龄稍微。偏小了一点，是不是应该再往上提两岁？提两岁，我觉得应该再提两岁。嗯，因为王新浩的话，今年就是可能很多棋迷也知道，就是我们国家很有希望的一个年轻棋手。嗯，今年是按这个规矩，是他的最后一届比赛。他应该是这个比赛里面就是夺冠呼声最高的。对，是。然后他也进了八强，然后今天他是对杨志文。杨志文也是就是去年入段的吧，我印象当中。反正杨志文其实也挺厉害的。嗯。但是我觉得王新浩应该实力是明显要强于他。是。强一些。所以像王潇这样的也没比赛，很多就都没比赛机会。还是、其实还是很年轻的，都很小，就是。另外我们现在国内的年轻棋手比赛真的不多。
所以曹老师就办了一个那个，那叫什么比赛？那个原始九歌是专门给新初段举办的比赛。对，但是这其实新入段的棋手真的是很少，就棋可以下的棋的机会特别少。所以，尤其是我们，其实我们专门为年轻棋手办的比赛，我们国家现在就三个，一个新人王，还有一个新秀杯。还有一个就是原始九杯、但是这新秀杯跟新人王呢太同质化了、一样就18岁以下哦，那还是搞点那个有新鲜的，你可以大一点新鲜的，你可以搞到20岁嘛，没什么扩大一点范围、就是说让这个年轻棋手，其实我们有一些年轻棋手都是挺有前途，而且也很热爱围棋，我们也是每天在努力训练、这个、对，我们、但是没棋下，我们这个一规定啊，好像没棋下就是着重就着重培养18岁以下的、过了18岁你就自生自灭吧。这有点那什么、其实咱们这个天元围棋频道的棋友们、如果说经常收看的话，大家也可以看到像童雨霖啊，像王浩洋啊，其实他们都是、平时都在训练的。为什么他们就是讲棋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他们棋很熟，他们每天都在练。其实我们是有很多就是像这样青年棋手吧，应该说。他们很热爱围棋，然后他们也希望能好好下棋，但是实际上他们一年可以参加的比赛屈指可数，真的是就很少有下棋的机会。下不了几盘。对，下不了几盘。但每天都在练。就是他们就所有的比赛就能下的都参加的话、对，也没几盘棋，真的是。对，是。其实你刚才说的童雨霖啊、王浩洋啊，他们他们应该看算作是青年棋手中的老棋手了。对，他们年龄偏大一点。但是其实还有很多青年棋手中的青年棋手，也同样没有比赛机会。是，觉得挺可惜的。这确实是个问题。其实我们有很多职业棋手都都挺年轻，都挺喜欢下棋，也在用功，也在努力，可惜没有比赛可以下。对呀、比如说你过了18岁，新人王、新秀杯就不能下。是、确实这个这是现状。好，我们看他们棋吧，就这地方黑棋这个贸然开劫，显然不是一个。不是上策，不是一个好主意，这不是一个好主意，对，这劫财有问题。这个劫好像龙部的黑棋打输的，这被白棋接上也不像话。然后他是扑了一个，对他扑了一下，这个是个劫，首先已经是，但是他这前面还损过一下，对，先尖了一下，然后再靠。其实早至今日啊。他这棋盘应该靠掉，虎掉，对，就确保确保是个眼，不，这个眼还是靠这个棋啊，真是恶心，有点恶心，但是他确保活了，就是说你找不到劫财，你搬我就不理你，到时候我就一提一防，那样黑棋就好了，黑的提劫就行了。这个没搬着啊，他是没眼，然后他走了一个铺了一个损劫，黑的提过来。黑棋一路，白棋一路搬。白棋一路，白棋一路搬。我觉得这不能不硬吧？这个不硬死了，这怎么下啊？这棋啊？对，这得硬吧？这怎么如何写得挡住？看你说劫财打不赢，他就觉得劫打不赢没了是吗？你打不赢，我得想点办法呗。你没有办法想啊，现在。主要是没办法想啊，有办法想倒也好了。比如说，我走一个。看起来可能不太合适。这个太远了。这个，你这个点我都不理你，还不要说走在。肯定的，他肯定不是一个好的劫材。那我觉得稍微扛一下就扛一下，能不能行？不，找劫材你还是实惠一点，吃这个或者跑一个，要吃这个。但是这个我正吃你，好像你也亏的太多了。是啊，我觉得这跑肯定会被吃掉。我还有一个劫财，对啊，然后你还要再损一个。他这都要命的吗？这是，对，要命。这不硬怎么行呢？不硬这样啊？不知道。天哪，这个转换，我觉得无论如何也对白棋有利太多了。这个脚吃了太大了吧？这样，连边带脚的。对。脚尖。爬一个，那显然是已经活不掉了。脚里是有一个眼，但是这个这里是做不出眼，这个搬不着了。白棋加，现在又回到这儿，现在贴一个，
对，他只能贴过来吃。白棋这个就够了。嗯，他看了判断清楚了，他觉得、嗯、是够了。够了吗？这样。嗯、你围一点，我也围一点，嗯、对，白的就够。我们这个现在胜率显示呢，它有个目差，它这个目差还挺好，但是这个目差当然是在目差不准嘛，下对的情况下，不准不准下对情况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不太准，我不知道，反正这个目差对我来说没什么用，我肯定下不对，下不对后面下不对你就不用谈这个目差的事。那你严格意义上来说对谁都没有，谁都不可能完全下对，但是还是可以穿，可能小申能下对，小俊也不小。这也不可能全部下对，这是全下对的话那就不是人类了，估计是黑棋靠了一下，然后白棋加了一下，我这里面还要出棋吗？还要出棋啊，我好意外，是要出棋，这黑棋我刚才看的话可能是这个是安稳一些、嗯嗯、这个是这样是要出棋的，我这个搬呀搬了再 连搬搬了连搬，如果说他一粒，他只有一粒，我可以走这个弯一个，那劫至少是有的吧？对呀、啊，你打劫、啊，这个太糟糕了，劫肯定有的，这怎么可能进杀？这怎么进杀的掉、嗯？所以这棋这个不太敢捡、嗯，这个好，嗯，那里面味道太坏了。嗯，劫穿白的其实应该像这个吧，是不是直接搬了两个、啊、不让你有那个退缩的机会、啊、是吧，你走这个我再走这个、嗯、看看你怎么下，不现在我只要看见白黑，当然这个下巴黑的也很勉强、嗯、这时候既然黑的是像这个的搬这个啊，不是就下穿实战就下这个的吗、哦，这个也够狠的，他觉得不杀肯定不行了、啊、必须得杀。对是对的。你还下个打劫出来那还下什么呀，这一打吃。然后他一下。哦，这能吃得掉吗？打还一。这样铺了提掉。提掉。然后黑棋提过来。黑棋提过来、哦。你就跑呗。嗯。你跑也许是黑棋的机会。不过多半黑的会脆败这一棋。这底下是有一个，底下没有打劫眼，算是这个爬一个吗？哦，这个可以爬一个啊，不行，嗯，那我立赢就爬一个后手眼，那是，嗯，那不行，嗯，下面黑白棋是后手眼，啊对。那就看上面他这一带、嗯、要做出，其实白棋也不一定非要活出来，他、啊、这里面是白棋本来就看对，他本来就看作是死的呀。嗯、对，这个白棋的小尖应该是先是，嗯，至少是这样。这看白棋这带，当然他跑到这也你也吃不了。我觉得要吃，白棋难度好大，难度太大了。这棋因为白棋优势比较明显，所以。黑棋也不怕呗。嗯。你跑活了，一样的，嗯、就是我就输吧，就是一个输了，也没什么。嗯。嗯。我们看一下白的跑没跑。我们现在已经跟他们实战同步了，就是到目前为止就下到这儿。啊、已经同步了。对，已经同步了。周鸿祎现在在长考。这棋是中午12:30开始的，是每方两个小时。啊、对。12:30每放两小时，正常的话多少秒是4:30。4:30，现在还不到四点半。嗯、不到四点半。对，是。可能有一方进入度秒。可能，但 是可能。如果时间均衡的话，双方可能都没度秒。也可能还剩几分钟。嗯。嗯。可以，白的还有时间想。嗯，这是木怎么样，曹老师？木的话，说起来有点费劲。对，这不。这一带不知道怎么样、嗯、他大概下到什么地方他就觉得他够了就行了，这个地方要够的话我觉得白的这么下就压一个够，压一个他退吧，要嗯，这我拼能拼吗？不是太好拼，这好像拼不动，这要搬过去太猛了，有点。嗯，我觉得不太容易拼得动，大概长一个正常分寸应该是这样。我是这个是最那个了，被你都围到这了。我觉得您就直接往下面走一个就行。我白棋啊。哎对。
白棋当然最狠的话，我觉得一个是直接出动。嗯、哦，这的这还有一个是尖冲乱撞。嗯，这就跟判断有关系。就是、这个是很容易的。这个我觉得，如果到这儿就让他围到这儿够了，我觉得完全可以去选择。围到这儿，问题是你这条线算不算的空？我觉得这条算黑的空，你白的不一定够。嗯。算到这里边白的是够的，我们算了白的里边算里边算吧。嗯，这个十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三二、四二、五二六、二七、二八、二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三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六、三七、四十、四一、四二、四二，这个是达尔环一的黑棋先提了一个四二，就多枚目。对对对，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二十目。二十目，四十二就是黑的是六十二。嗯，一二三四五六目。嗯，六十八目。六十八，这地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。嗯，十。啊，六十八。六十八加十八，哎，对，十六是吧？一二三。哎，这不是刚才数了是十八？十八吗？对，十八加六十八是八十六。我觉得十八好像还不止一点，啊啊、行十差不多接近九十的样子吧，九十应该是、啊、差不多接近九十，不到一点。那白棋呢？白棋也不能太快掉以轻心，我觉得黑的有个九十来目，嗯，因为当时好像看着不怎么大，现在死就是折了几下，好像觉得死的也不小，也挺大啊。白棋这块空是主目啊，嗯，那个。几目棋，我们先解空嘛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这儿有一目。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。这目它要挤掉的，这挤不一定便宜。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二七二八二九三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十，嗯，十一十二十三，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。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加二十八，四十九加差不多五十加二十八，那就七十八，七十七吧。啊，七十七啊，七八七九八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就现在是盘面差不多。如果正常的话，那就白棋，我觉得白那如果说尖冲不行，我下远点行了吧？这样可以了，可以接受吧？这样应该是可以了，可以接受。这样应该是。如果说他肯飞到这儿，那我就贴两下尖顶一个就行了。这个行吗？这个的话，这个有点凶险。我啊，这个我要不洗的话，好像有点。你要不洗嘛，尖也尖回去了。不过刚才我给白棋这里的空也点的挺满的。对对，是的。还是白棋好，这是肯定的。嗯、这个就是需要判断，就是判断白棋这个时候到哪里他觉得够了啊，他是长的。够了。我看到他是这样，他判断他够了，那就是说这判断非常重要这个时候。嗯。黑棋是最大限度的，就是这个白子肯定是优势的下法。嗯、黑棋。这个跳我觉得不如跳在这儿。跳大一点是吧、跳这儿呢他是不是不肯这个地方让。被压一下。就这样被他压一下他挺难受。是。这样的话其实他也挺难受。反正都挺难受。对吧，不是你走不走为搬进来的棋啊。嗯。但是呢跳在这儿呢这个。不保证白的能压到，就是这样。嗯、所以呢，他是跳到这。那这他的缺陷呢，就是下面他白的可以走到这一线。对呀、啊，他走这个、他还得防一下，要不然又被人家穿进来了。对。嗯，这棋反正是黑棋不太好下。现在目前我们显示的就这两手棋，白棋长了一下。那看他接下来是打算把这个压掉，就是、走一走。我是觉得白棋还是挺好收的这棋。嗯。嗯，还是比较容易下的那方吧，不管怎么说。那走这个嘛，黑的或者是靠或者是飞一个。嗯。靠或者飞一个。对。不一定是哪个好呢。嗯。嗯。那就扳他一下。觉得这不是贴他一下这样。嗯。这贴还是挺舒服。贴的好难受我觉得。嗯、对。贴一下黑棋很不舒服，不理了。这一带的空基本都围上。贴我就不理了。啊、嗯，不理了是吧？嗯、你扳我反扳一下，那没办法了吗？嗯。
就看他接下来是怎么收束的。他是走了一个什么？夹了一下。这个象是独苗的下法。哦，这样的是这个小尖是肯定是先手，因为这个有个作业，哦，哦，是的，搬过去。对。啊，他还是下在这儿。嗯。这加一下度过，这个呢，我的判断白的是独苗了。那他这个加一个，虽然是独苗的下法，他还是挺，不亏，对啊，这个小尖是先手的话，不对，是也不挺亏赚的吗？他啊。就反正已经很明确了，我就是压缩你一下啊，这个还没有，压缩你一下，把你空压一压，然后够了就行了呗。对，他不亏。啊，如果说这带白棋再成一点的话，那白棋盘面都要好是。了。嗯，这应该是黑棋很不利的。目前显示目差为8目，也就是说盘面平控。啊，不是盘面平空，是白棋应该是，盘面差不多吧，盘面白好的一还好一点点。点，可能好一点点，黑棋现在这个应该是要下的，或者靠，或者走这对，要不然不走的话被人家穿跳进来了，这个太大了，所以这是有这个点太大受不了了，你这个不行。了，看起来周鸿祎的棋技术越来越成熟了，整盘棋反正我是感觉。就是白棋有优势的时候，虽然说这个优势有的时候大一点，有的时候小一点，但是没觉得就是黑棋有优势的时候。他的下法呢都比较厚，比较厚实，是小尖，自己不容易出毛病啊。他是小尖呢，小尖有一个问题就是让白棋这个成为先手，从目小数尖上来是看吧？不一定有这个好亏了。啊，这个我小尖你走起来不舒服啊。要不然又要被煎进去了，对，那怎么办？记住，他小尖应该挺好的，小尖个白的就准备走后手呗，把这个克这样围几目就行了，是的，这个棋就简单的就收官就行还是比较简单化的，就是后面的官子也不是很复杂，看起对，来就是中央这一带，我是很想把这个压。压是一直是老挺想大的，压台上，因为你不压是啊，被人家夹兵进来呢可以直接就加到这里，这是挺大的一步棋啊。他走这个也是为了防止压，了。哦，他也对是呀，为了防止如果是这个的话，他可能压。就被实人家际压上掉了。也，我棋不好的时候，你自动压，我就闭着眼睛不理你啊。你走这个，我就把你断了里再边说，搬呀，啊，不断不行，断这个地方什么样都不行，我就走里边呀，怎么样？我先扛住呀。我刚才是在看，就是曹老师在看这个变化。如果说搬的时候搬这个，哎，还有白啥棋变化？冲进来。不过这个时候，如果他已经加掉的话，那底下还这是一个后一手位眼，后反手位，正。然后他单拐，单拐吧。你要做眼活是吧？这先是这做眼，对呀，活了吗？活了，好像活了，看起来对，活了。还有这样活的棋，这做眼。这还有一个眼做，这里还有做个眼，对，击打反接上我就团在这儿，反正对，一回事。那是活的，这棋有意思的是，白棋是蹦冲一个，他就冲了一下，他是看见啥？黑棋扳住，然后，他就看见，还看到这个贴，对，他就想先手对，压一下，他就看到这个贴，这贴还是大。这后半盘还是蛮强的，我觉是，得。这贴还是厉害。这个很，不过我觉得这个白棋确实是明显要形势要好一点。那这盘棋呢，到这儿是142手，基本上到了4点半的时候，应该是有一方要进入读秒了。目前显至示，少有一方，对，至少有一方。目前显示白棋周鸿祎胜率已经超过99%了。但目差是7目，我得告诉大家一下，目前它显示，当然我们人类不一定下得对了，但毫无疑问是白棋好很多的棋，对，好挺多，应该，周鸿祎赢面很大，我只能这样告诉大家。那我们这盘棋呢，先给大家讲到这里，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呢将给大家带来另外一盘新人王赛的8强战的对局。好，一好，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也许你。